今天礼拜六，又是常规的直播。果果果果，去直播了。我发现了一个我爱你小槽。我们现在出发房山，叫果果呀。果果走了。把我的梳子带上。哎，那个紫薯鸡呢？买点菜去办公室吃麻辣烫。今天要试个麻辣烫的品，大伟特意还买了好多配菜。这样才能试出麻辣烫的好吃不好吃。他手怎么了？刚才不知道扎到哪了，手破了。你小心一点，干活的时候都没扎破，不干活了还没扎破，服了你们。我感觉这不像麻辣烫，特别像吃火锅了，怎么？买配菜买太多了，两顿火锅都吃不完。你还加了点面条？放在里面自带的面条。这麻辣烫还带面条呢？嗯。干嘛？你这照着麻辣烫这锅呢，你给我脸给特写干嘛？我看你今天打扮打下自己，戴上那个耳钉了。看看大伟，吃完饭悠闲的在这儿梳上头了。看看大伟买的这把木头梳子，最近走哪儿带哪儿，说他头发有点稀，发质不太好，可能是老不梳头的缘故。说我头发多，还有我公公他头发挺密的，因为我公公每天早晨会把头发发型整一下，拿梳子。确实是，你看你头发密，你每天梳是吧？嗯。我就是你看，几乎是这么多年来就没有用过梳子，所以我发现，我就怀疑可能这个头上的穴位啊，从来没按摩过它。对，现在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头发主要是靠遗传，这梳头发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。应该有作用，我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个这样的，以后多梳梳。上播之前仔细梳梳头发。又要换衣服了，下身穿什么呀？以后我要注意自己的形象，下身不是不用出镜吗？光看上半身的话还行，今天说换换形象，不穿那个 T 恤了，把上次新买的衬衫拿出来直播，忘了熨了，上面有点褶呀。没事，这样就看上去有点新鲜感。还行，挺好看的。看一下我穿这个衣服的样子，应该把哪里？把那个打印机按亮，然后你给我取单子。好。大伟整理资料，我现在整理晚上直播要用的衣服。我这次有一些森马的休闲的衣服，品牌方提供的款式比较多，我只选了一些我比较喜欢的。大家说小月适合穿裙子，最近裙子从来不落下。啊，冬天了，这针织裙比较百搭。这个裙子是不是配那种小靴子也挺好看？对，然后还有阔腿裤，还有一款牛仔裤，还有这种薄款羽绒服，还有这种小衬衣。小裙子，今天晚上衣服还比较多，我等一下继续再整理一下。水果种类也比较多，是吧？上个椅子了。秋天是水果大丰收的季节，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也上市了。这个是5斤包装的，里边是9枚。这个箱子上下两层，里面是10斤装，18枚。今晚上周六直播还有火龙果，这火龙果一箱是5个。红心火龙果，等会儿切开一个尝尝。今儿晚上的新品比较多，我们现在继续准备。周六晚上8点，不见不散。